安乐，你而家喺边啊？我而家喺差馆等紧落口供，放心啦，我冇事。Adam， 叶 Sir。Adam， 叶 Sir。Adam， 叶 Sir。长乐喺后宫房度传紧信息。唔系文华就系张文。佢唔系疑犯，只不过协助调查，佢系有权同任何人联络嘅。杨 Sir 仲未翻嚟？未啊 ，FIB 成组人一个都未翻，抢落已经等咗成大半个钟噶啦。叶 Sir， 杨 Sir 要你听 ，Lie to。喂，杨 Sir， 好啊。佢打你做咩？佢嗰边出咗啲问题，要晏啲先翻，想我哋帮手同长安落落口供。佢搞咩啊？冇所谓啦，反正系自己 case， 我都想亲自问长安落。德仔啊，即系个 FIB 度攞长安你翻过嚟。阿腾，搞掂啦。唔该。徐生，准备好啦嗬？一阵我哋问你问题嘅时候，你可以打字回答。我哋喺电视度会睇到你打啲咩出嚟。咁我哋而家开始啦。外高级督察丁若玲，呢位系叶浩天督察。如果你覺得有需要找律師陪同的話，你可以現在提出要求。不用了。好。徐生，你今年的3月3日是不是透過 Adam & Co 投資銀行購入了9137世代物流的股票？是。根據交易記錄，當日在收市之前，你總共買入了9600萬股，動用了的資金是1億1400萬，是不是？是。你的職業是外賣速遞員，根據你公司給我們的資料，這一年來你平均每個月的工資是15000元，你銀行戶入面的存款不多於20000元，你怎麼有這麼多錢去投資股票？你是不是有其他收入？這錢不是我的，這股票我是幫人買。張林？是。喂，安娜，我是张林，好快会有警察请你回去协助调查。你现在听住，我会教你怎样去应付。买股票的钱不关你事，你只是帮我做事。我答应过你，这一单交易不触犯任何法律，你只是帮我客出面买股票，他不会揸好耐。当他放了股票之后，他会给30万你当他报酬。抄寫舊報紙出嚟搞咩啊？唔知啊，葉 Sir 叫大家幫手揾啲舊新聞，未知要嚟做乜。我都唔記得幾時認識張小姐，大概係4个月前咁上下。嗰陣時我接到張外賣單，係張小姐同班朋友開 party 嘅時候叫嘅。只要佢間唔中都會私底下打俾我，叫我幫佢送外賣。即係識咗4个月，你憑咩咁相信呢個女人啊？你又知佢俾你買股票嘅錢係合法得翻嚟嘅？如果係非法得嚟嘅話，你有可能會犯上洗黑錢嘅罪名。張小姐知我窮，想俾機會我賺錢，我覺得佢唔會呃我。你知唔知道洗黑錢涉及1亿元金額，罪名係好重啊，最高嘅刑期係可以坐14年。我咪講過咯，就算我唔知道背後個客係邊個。但我信張小姐不會騙我，那你們現在是否查到錢是不合法的？我是不是犯法了？目前為止，我們只是覺得你的商業行為很可疑，但暫時還未有證據證明你違法。那我是不是可以走得啊？是 ，OK， 要找的資料差不多齊，放咗上 Common Drive。唔該，徐生，阻你少少時間，我想俾啲資料你睇下。
1993年5月，一名毒头因为分赃不均，被他的拍档买空杀死。当时他身中32刀，流血过多，即时死亡。1996年11月，西贡海边发现了一具浮尸，死者是一名毒品贼家，怀疑同同行争地盘而被杀。2001年2月，一名贩毒分子怀疑私吞毒品，被报仇纵火，一家五口当场被烧死。2003年8月，警方捣破了土瓜湾的一个毒品饭堂，被捕的7名男子被控以贩毒，他们被判刑超过12年以上。为什么要我看这些新闻？徐生，你都少耐性。2005年12月，有一名男子洗黑钱，金额超过6000万，最终被判有期徒刑10年。够了，我不想再看这些东西。如果你们没有再问的话，我要走。我们都想这些新闻跟你无关。贩毒和洗黑钱是严重罪行，有可能终身监禁。你是不是有个妹要你照顾？还在读小学。我想你知道，这里每一段新闻都有可能成为你将来的结果。如果你想改变的结果，就要跟我们警方合作。你们一是告我，一是就放我走。Koyi 啊，安乐六号公录了这么久，是不是有事呢？你都说警察没拉走张林，他们应该都没找到什么证据。我想都是循例问一下。真的没事，只要资金来源是合法的，就算安乐真的在外面帮人买股票都是没有犯法的。除非是张林在买卖过程里面出蛊惑的。我查过晒啲买卖记录，交易程序都冇问题。隔咗咁耐，证监嗰边都冇人再查过呢件事。咪系咯，唔好刺激下自己啦。Koyi，安乐啊，安乐，啲警察冇，啲警察解释清楚，佢哋冇话要佢信唔信你啊？佢哋好叻，点解唔旷工咗咁耐嘅？你乜嘢都答啊？你冇事啊？因为如果下次你冇讲多几句啊，自己好咧，我哋可以。啊，唔係啦！如果佢再揾你麻煩嘅話，一係我哋揾宋怡，分分鐘問問宋怡，如果你處理開呢啲問題，佢哋聽咧，你可以回答。英国嘅朋友，你哋好啊！而家咧，只要 scan 呢个 QR code 就可以即时攞到 TVB Anywhere Plus 7日免费通行证，五大精选频道，连 VOD 点播区俾你一次过睇晒。记得支持埋我哋嘅新剧《破毒强人》啦！我会拣做翻个好人。行政长官决定赦免你嘅刑罚。我最担心嘅就系文华本性难移。佢要发达就要冒险。你觉得个眼仔信得过吗？都唔系点啦，杀咗佢啊！你话生意你唔再理噶嘛？而家算点啊？延续强人系列，破毒强人。各位 YouTube 嘅观众朋友，我系朱志贤，我系何广沛，我系郭皮慕斯塔。即刻 subscribe 欢乐 APM YouTube channel， 同埋 follow 我哋最新推出嘅 TVB Hub TikTok page， 收睇 TVB 精选剧集精华。中意呢条片嘅，记得 like 同埋 share 啊！